岳父亲到底样子哦，你哭我吗？你看我这个活的，他妈光是乱七八糟，不还浪费自己东家吗？王老爷，你家下，你得嘛？你那我给你买点饭可以？什么？下班？你给我滚！狗日的，不好意思，救人当刀法户。小人，小人，有事要说的。